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大家学员辛苦，真多谢，非常谢谢你们能够参与我们台湾民政府。参与台湾民政府是嘛是爱用勇敢呢，那无迄个勇敢吼，迄个心和亲戚朋友，你变做小人，阿达妈空口里的笑啊。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互动，互相来。宽变学习，但是我不一定完全用台语讲哈，假如用我自己的主语讲的话，我就不会结结巴巴了哈。请求问台儿中，伊妈拉鲁妈母，阿顿是 sky 妈母挂了，拉鲁也毛唔懵的咯。这个是台儿中的，内底有阿 miss 哦，阿 miss 嘛无同款的维护。所以台湾是真侪族群，族群的多元化的社会，是上主，基督教来讲是上帝予咱遐尼好的美丽岛。那今仔日来看，到底流亡中华民国的灵是虾米？简单讲就是，本来中华民国来到台湾拢无虾米，但是今仔日哦无拄拄哦，虾米拢有，是安怎？本来本土台湾人是应该虾米拢有，但是迄个政权来遮的是有改变，所以改变的原因是干那一句，伊是多亡。的政权，多亡的政权，伊迄个抗压力较强。有的是为了讨生活嘛，吼。你若到别个所在是外国，你若无迄个努力勤劳，有时候会被人淘汰。但是，亲像阮高沙族。高沙族本来以前伫流亡政权内底是高族，塞德克巴赖哦，塞日甲迄个德鲁古达彦是一族尔，但是今仔日是有分开，真正迄个维吾无同款，南岛的迄个塞日甲德鲁古本来是对南岛。伫遐住几百年前伫遐，但是即马有诶到花莲诶独鲁古泰鲁格族，阮台儿族是苗栗西部桃园台北对宜兰桃园台北甲新竹台中南投，个苗栗安尼，所以拢是大部分伫西部。那今仔日，拄啊重新讲哦，列名阿要安那读？那对台语来讲，读是无标准，因为我的名唔是，那是对迄个台语是雅夫下的，中文是雅夫下的嘛。那是对台语讲是雅福下的呢。雅福下的哇，阮的台儿族无同款的意思嘞。雅福是迄个粒啊，迄、那个钉啊，钉啊，哇！所以有诶牧师甲我讲，哦，雅福，真正我的名是雅福，嘞，雅福谢，这是台儿族雅福，唔是迄、那个。雅虎哦，佮你无同款哦，
雅布，所以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互动。嘛是平常有人讲是，咱来遮是真正是创造咱台湾新的历史，是真正的历史。那有人讲是啊，咱台湾人是四百年的历史。奇怪了，四百年的历史是安那无和台湾的高山族，还是原住民藏在内底呢？我的历史不是干那四百年呢？是不是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所以我平常甲因讲是，不是干那四百年，应该是六千年、八千年。万年以前的历史，嘛是有台湾的历史，就是高山族的历史。安尼行不？可以吗？不然的话，只有算四百年，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动物啊！安尼对阮无公平，所以我们忠心。所以迄个观念要重新，还是爱重新来看咱的观念，爱改变实际上真困难。马上改变，真正无遐尼容易。亲像我家己的故事，我一定要讲我自己的故事嘛，才比较贴切嘛。我伫三十几年前伫。基督教台湾圣爱读册时，我甲我的太太恋爱，恋爱呢？哦，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恋爱呢。甲白队休假恋爱，哦，搁较可怕，是安怎？三十年以前，我的女朋友、我的太太的爸母啊。你个烦呐，恋爱啊，安尼袂用哦！哇，我吓一跳哇！我要怎么去处理了？要怎么去应对这个以后准岳父母？安尼无怪，给他爸爸妈妈软禁，快一个礼拜啊，软禁呢。但是还好，我的爸爸跟我讲说。卖好人勉强啦，意思说不要勉强平地小姐，给嫁到你，你看，咱拢无虾米啊，虾米？有人讲是啊，伫山顶干那吃旱鸡哦，个鱼头，虾米拢无？你袂安那生活？你要怎么过度过这样困难的生活？欸奇怪呢，今仔日有改变呢，因为真正营非常有营养的是虾米？番薯、甲蚵、番薯叶，搁较贵呢，即嘛三十几年前拢无介绍，所以为时间是爱改变，但是迄个观念真正真困难，真的像我。准岳父母那时候的完全很不容易改变，当然要改变，真正也不是我的能力。几年了后，生了儿子，我岳父母说：“啊，还那囝嘛是可真古锥。”哦，我听着嘛痛呢，欢喜呢。好，这个是小插曲了哈，不要让你们睡觉了。我们看看上一次我也听到一则收音机的故事哈。三岁的迄个孙啊，阿嬷伫遐讨论，伫遐分享伊家己的生活啊，开讲个，唔记。哦，差点用客家话，唔记得了，未记得迄个孙啊，伫来伫伊个身边，但是迄个不要紧哦，
那孙啊，他乱乱照啊，爬爬照啊，然后走到一段时间啊，阿妈的对，阿妈阿妈底下烤，结果这个阿妈还在底下开杠，结果说啊，孙啊，跑去哪里啊？孙啊，你去对，去哪里哦？结果他们说，哎，你的孙啊，可能说不定到派出所，这个派出所的人。 嘛是哎，这是不是你的孙啊？孙啊，结果一看，哎呀，怪孙啊！我为什么跑去哪里？你看还要怪狼，就是安尼啊，家己唔对，还怪狼，还要怪孙子，你去对了，他怎么去哪？他怎么知道？哦，狼就是安尼，但是到了。 有几个问题，用这个小小则故事，我们来思考几件事情。一个是警察跟那个三岁的小孙子说：“你爸爸什么名？爸爸，你妈妈的名是什么？什么名？妈妈，跟他考哪？只有知道哭啊。” 他怎么知道爸爸的名是两三岁？没记得，根本不知道爸爸妈妈的名字啊！跟他说：“爸爸跟妈妈，今仔日来咱本土台湾人，有事嘛是安尼？你是不是台湾人？是哦，咱必须定常常问一句：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 赶快呢！我是台湾人啊，我真正是本土台湾人啊！我选举的是咱本土台湾人来，家己选家己的台湾人，安尼好唔好？好啊！哇，吓吓叫，好啊！我都高兴的。啊，我们几个牧师也跟着陪他们呢。几年前那个阿斌选举的时，我们也是跟他们在那边跳舞，然后。 陪他们唱歌，这个嘛是同款啊，糊里糊涂啊，本土台湾人是虾米？第二个问题是妈妈自己底下阿妈底下开讲，这个不知道他自己发生什么状况也不知道。今仔日咱本土台湾人嘛是同款，今仔日中华民国发生什么代志？还是咱台湾人无迄个法律？ 嘛是唔知有啥拄到啥物状况，也不清楚。所以这个角度我们来思考，好。那第三个问题是，警察他是公权力的，嘛是问迄个囡仔未晓应答，你还要去问爸爸啥物名？爸爸。 本来就是爸爸、啊，那所以这个警察以为有那个公权力的，结果问不对题，所以今仔日我们也本土台湾人嘛是问迄个不对题，大家安那讲，唔对，哈，好，恁在的好啊，<笑>所以问的不对题。 所以导致，哈答非所问啊，所以没有办法好沟通啊、互动啊。亲像阮高沙族伫三十几年前，还是四十几年前，十几年前嘛是有发生迄个代志啊。少年高沙族少年人到都市，都市袂当适应，哦，都市白地兄弟姊妹嘛是同款。 无了解高沙族的个性，所以互相无了解就是误解。那误解是风声拢来了，亲像一对夫妇，你是安怎？哦，啥人讲？别人讲啊？啥人讲？你家己知影？有人代替跟他问说啊？ 不要紧了，拢是风声了啦。好，
即马台湾人的情况，都是这样的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都不敢面对事实，台湾的问题，不敢面对今天我们真正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李焕英嘛是底下争论啊，哇，今仔日咱台湾，还是咱台湾政府，所以迄个角度嘛是唔对呢。 唔是台湾政府呢，是中华民国政府呢。立法院民意代表都搞混了，把台湾政府当作中华民国政府，这唔对呢。所以你搞混的时候，当然就答非所问了。所以在立法院为什么碰到这边闹来闹去，就是面对今仔日的政权。 是虾米人的监管？所以啊，咱台湾人实际上是不是真正台湾人？无台湾民政府、美国军队、军政府所发迄个 ID 身份证，拢唔是台湾人。迄个必须定讲是，迄个是 The People Own Taiwan， 是。 台湾整体的人，台湾人来得有中国，那中国这个难民，实际上是政治难民，难民营，迄个杀四百万，哈，三四百万的中国人，我们以前所谓的外省人，那实际上他们真的是难民，所以美国讲啊，奇怪，恁台湾人是安怎遐尼，他不敢讲 stupid 哈，不敢讲说 笨 戆啊，真正戆啦，是别人唔敢讲尔啦。The people on Taiwan 跟 the people of Taiwan 无共啊，所以公投是安那公平，真正无公平啊。美国搞咱讲啊，公投迄个逃难的人跟本土台湾人一起选举、一起公投，安尼合理无？ 合理吗？当然就不合理啊！就好像达赖喇嘛他们印西藏的人、吐蕃的人逃到印度，那他们没有办法去来跟真正的本土的印度人来决定印度的建岛，没有办法跟印度人来决定印度的事件跟印度的领土。 因为他们是逃难的，那今仔日中华民国蒋介石集团的这一群，他不但用压霸的阿爸的心态，然后统治殖民咱的本土台湾人，然后还要让他有权利、有权利，甲咱本土台湾人来合作一个公决，还是决定台湾的前途。 台湾的领土，管高沙族真可怜呢、啊，也是很可爱啊，高沙族啊，你有几个土地嘛？哇，这里是拢是我的土地，但是实际上，他写什么？保留地，另在保留地是什么？保留地，保留地是什么？保留地啊，哪里么那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保留地啊，只是给你暂时。 给你使用而已、啊，我没收就没收。我听好像两个月前，我们听那个高沙族的一个副主席讲说，有几个花莲的，他们已经把土地没有说保留地了，已经改为中华民国土地了，土耕的那个条例又改，已经变更成为他们中华民国的土地。 所以，阮高沙族敢若保留地啊，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到底面对咱面对中华民国，要怎么如何去应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好，我刚好前些时候。
我已经更改了哈，不是只有五十，这个是我们，不是我们的，我们常常一般的人说弄错了，这个都是观念没当改。他们流亡中华民国政府一年的税入部分呢、啊，好，我从网路这样去扣，一年哦，这是收入部分。 一年一兆7亿多，好，一兆7332亿多哈，这个是我是用一兆，然后我们看支出方面的，一兆9446，他们有更正的，一兆9075亿。 这是一年的支出，但是我想不到呢，我做牧师对这个外行呢，但是我听到一个县议员民意代表他们说，哎，牧师跟你讲是什么？今天的政府明的哦，是安那是这样的预算哦，那有明的那表示有暗的啊，有不？ 他们在预算的时候，这个是明的哦，还有暗的，那个还不打紧哦，嘛是乌乌声呢。有的预算，他们到年底还剩下那么多的钱的时候，刚好用追加预算或是要把全部冲掉，哇，那个那几个有头有脸的很高兴的。 那个就是从案里面知道怎么去，是用捞吗？还是放在口袋呢？我们摘了哈，挑人供了。所以我们看看，这样算起来，假如说乘以68年，当然也很难用那个68年前是不是用一兆，但是用它的值来算的话，也差不多。 虽然那时候的钱不多，但是那个值来改变的话，是一般的从六十乘以68年，68年的时候，我刚这样算起来，实际上55到65兆太少，刚刚是120亿，那129亿嘛，125亿兆了哈，还得挑哈。 是不是挑？哇，我这个挑一模杠的，所以我们高山祖不会算的，这个一兆，我们只说学习你们的话，我们一的话，哦哦哦哦哦哦这样的，<笑>不会算嘛，怎么算也不会算呢，只好说一啊一，有那个泰鲁格话有一了，所以像这样的事情。 真的很可观，所以今仔日流亡中华民国的执政大手笔，然后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大财产跟领土权，那我们台湾人还是跟着迷糊下去，是袂当改嘛？中华民国的体制哪一个敢改？ 内底立法院也是民意代表，嘛是无权利啊，因为伊家己伫迄个中华民国的体制内底啊，所以很难改啊。那怎么办？无变安怎？嘛是爱过生活，是不是？哦，无拄拄哦，家财咱来民政府，安尼好唔好？ 家宅烂来家，然后我们的目标靠美国主要的占领者结束，中华民国只有这样的目标，只有这样的方式，所以很困难。但是看看这今年、明年更明朗化哈。那本土台湾人有人讲是因为。 我们有原罪嘛，哈、啊！大日本帝国
跟美国作战而战败的地区之一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看看日本天皇也不顾啊，68年来，咱的秘书长控过美国，那判决当中有一条是我们本土台湾人游玩我的政治联合啊。 我们还活在政治炼狱，哎，什么是政治炼狱？政治炼狱，你要达成的目标，你达不到，只有靠中华民国。你要改变整个的福利政策，你嘛无法度，因为干那电话民国，要让它改变整个。 我们自己教育制度嘛是真困难，因为嘛是伫中华民国的管理下，所以唯一的就是我们有参与，我们这一次，我们进入把勇敢的信心带到台湾民政府，这就是本土台湾人的民政府应该首相应该要踏出更大的一个。 工作真正的心，那不但是被殖民了，而且还是美国用模糊政策。你看，美国用模糊政策一直应对这个68年的时间。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以那个我们的秘书长常常给他们丢绑定了。那他我很喜欢他用一个苍蝇哈，猴形，他做秘书长很喜欢做比喻，有时候会讲，有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他们秘书长讲说，那个苍蝇哦，他看玻璃很亮啊，好像都是可以。 冲出去，所以一看，啵，哦，又下来，没有办法出去啊，无法度出去。为什么？玻璃啊，以为是可以走出去。那今天是台湾人嘛，是赶快啊，咱是台湾都的主管的国家，我们可以走出去，赶快呢，亲像猴形啊，你看起来很亮哦，也当出去。一碰到嘛是赶快玻璃都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卡住了，就是因为电话民国，这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当刚同样的台湾人的问题，也是让我们搞混，电话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电话民国，这样的议题常常会搞混在我们一直到现在的台湾人。 国沙做更厉害呢，哈！你们台湾民政府要推翻中华民国啊？国沙做有些同胞安那应答，搞完讲，中华民国是咱的政府呢，亲像咱的母亲呢，我吓一跳，哈哈！你把中华民国当做母亲呢、啊？母亲怎么可以推翻呢、啊？ 哇，这个观念吼爱改真困难，但是不要紧，还是要跟他们讲，什么是母亲、母亲啊、妈妈，那真的是牺牲代价蛮高啊。所以活在中华民国的有的人唔敢结婚，就是唔敢面对遐尼济困难啊，生活过生活遐尼歹。 要怎么办？要怎么去结婚呢、啊？我不爱结婚啊，有的是啊，我过着单身。当然，这个是自由人权的、啊、哈，我们不强迫了。但是至少因为那个中华民国的问题，所以都不敢面对婚姻，这些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看看，我来读这个这一段秘书长所写的。这个是我先从那个维基尼。
百科全书的这一段来念一下哈，我用中文哈。由党外运动各团体以1986年解除戒严与党禁前整合而成，乃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个具真正意义的体制内的反对党，也是继日治时代的台湾民众党后第二个实际的反对党。那这日治时代呢，就变成台湾的民众党第一个参与的台湾政党，那等于说本土台湾最大的本土派。那这个台湾民众党是日治时代，那在1986年的时候，民主进步党成立。哎，银山饭店是啥人的饭店？哈？蒋介石，真的？蒋宋美龄的，一般说蒋宋美龄。哈，反对党能够在反对这个原来执政的人的圆山饭店在那边成立，有没有想？我们用逆向思考来思考一下，一个反对党的人会当在那个他要反对的这个面对反对的这个国民党的圆山饭店在那边成立，哦，有合理不？有没有合理？哎，有蹊跷。哦，秘书长讲得非常清楚。实际上，虽然他们有这样的成立圆山饭店，实际上美国跟蒋经国蒋氏第二代的蒋经国说，一定要开放，这样才可以保住你们。那但是蒋经国对党外人士讲了一件重要的，他说你们可以成立反对党，但是一个条件，什么都可以谈，但是一个不能改变中华民国的名字。有蹊跷了没有？有没有？以前我没听过呢，我到民政府才听到呢。就是安呢，有条件嘛。所以本来是我没想过呢，我这样准备课堂的时候才想到说，啊，有蹊跷，一个反对党的人竟然在他要反对的大本营的饭店在那边成立，哈哈。所以让台湾人吼，戆吗？这怎么解释？故意吼，故意较好听了吼。好，那他们的结语文也是有这样的几条，我把它列出来一下。虽然我们不是对民主进步党有认识，但是，起码原因在哪里，我们多多少少做一些的复习了哈。他们认为说，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要改变，都要全体台湾全体住民公民投票来决定。我都要讲啊，让台湾人最少有4种的人活在里面呐、啊，住在台湾的，一个是中国人嘛，一个是我是台湾人。马是中国人，哇，这个更难应对啊！我是中国人，马是本土台湾人，哎，听你好听，哇，真的好听。那另外是让本土台湾人，真正的是，不是跟他纯种的，是应该有法理台湾民政府、美军政府所发的。身份证，那
迄个真正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所以这个都要弄清楚。啊，第四种就是外国人了。哦，那有的是为了生意啦，有的住在这边啦，居留啦，有的好。台湾是不是已经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那都在说，哎，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他们认定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在1997年8月，哈，台独人士杨碧川讲了一句，在中华民国政权一再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情形下，如果借有台湾人民直选中华民国总统的事实，可以代表台湾人民主权的行使的话，那么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将可以循香港模式回归中国，承认中华民国对台湾的统治，危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说，只有独立建国才是唯一的活路。这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我们民政府突破。民政府为什么没有把独立建国放在被我们推翻呢？是什么原因？有听到？不听过吧？都听过了哈。哪一个会回答？因为中华民国来这里是授权接管，并不是来这里独立。立国，好，可以说丢一半，嗯，这个是中华民国嘛，但是台湾独立的，他不承认这样，他也不承认说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属于台湾的，他们的承认是，真正住在台湾人的才是台湾，所以毕淑定常常问一句，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唔对啊，嗯，因为唯一的是在法源法理的台湾，我们民政府的所拿现在拿到的台湾身份证，有这样的法理，台湾才是真正这个所有的权，我们还是要回到所有权状，还是要回到国际法源。国际法源在哪里？1895年。马关条约，所以真正是日本天皇的所有权，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台湾独立的问题。但是现在本土台湾人说啊，我们已经超过哦，超过一半以上哦，有大约70%，还是75%，是拢是本土台湾人说，台湾应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在座，我讲一些小插曲，因为在座可能也有长老教会，有教会的会友也有困教，什么困教？基督教教会、长老教会，我嘛是长老教会的牧师。那碰到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以前还没到民政府，民政府以前拢是台湾独立非常强的。因我们就像党外或是民进党、建国党，他们说台湾应该独立，所以我们每年哈，八月九月，每年一拜到美国联合国办公室那边底下，加入联合国，加入联合国，就无人应答，敢那迄个建筑物啊，底下点头呢，点头。哦，你辛苦了，恁辛苦了，干哪你啊，干哪你你啊嘞？你看，会不会感觉到很羞愧啊？哇！然后我因为长老教会有写一个牧函，牧函就是说，我们万无支持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就是反对台湾独立。这个是长老教会无支持咱台湾民政府真大的原因，所以我们在座的教会会友哈，你们
重新思考。我做牧师有权利跟你们讲。那写了整个全台湾的教会这样的一封信函的时候，很多会有牧师都唔敢，本来有人爱加入吧，本来爱入咱的民政府受到训练呢，结果听到这样的牧会函，就那个信函、教会会函哈，惊了，哇！哎，总会啦，因为我们全基督教在台湾基督教真大教会是长老教会，以前也是不怕这个中华民国，很多都牺牲啊，像我们做牧师也是也有一些的牺牲，也被约谈呐、啊，万的。经我的圣经，我的台儿族的信息嘛，和迄个中华民国没收啊，没收啊，有的烧掉啊。那我们还是说，台湾是我家己的台湾，不是恁中华民国。哇、哦，那时候我们讲的非常气昂非常气慨。那但是我来到台湾民政府才了解，台湾每当独立不能独立的。原因就是所有权已经在日本天皇，所以我们长老教会就发这个牧会函、教会函的时候，那一个原因就是说，哎，虽然台湾民政府万无支持因的主张，但是万尊重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因为这是政治言论嘛。长老教会嘛有国民党啊，长老教会嘛有。台联党啊，长老教会嘛有民进党啊，长老教会无党啊，有时有山地党啊，原住民党啊也有啊，啊，那这些都有，因为教会是包容的嘛，所以我就跟他们说，要了解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应该重新思考台湾独立的这个词句的。存在性应该重新来讨论的空间，我常常感应讲，所以咱教会会友嘛是应该爱讨论，因为长老教会发这个教会函以前吼，无对咱的台湾民政府重要干部无对谈，无迄个面对面的对谈，无。拢是邀请迄个姚嘉文啦、啊、魏瑞敏啦、啊，拢是结果建国党建国党诶主席甲秘书长。那邀请他们，当然一定支持这个台湾独立啊，因为长老教会嘛是主张台湾独立。那实际上从教会信用诶立场来看。这个迄、那个台湾独立是政治主张的一种而已，不是绝对性。所以今仔日咱的教会会友，台湾独立是自由的，但是这个不通啊，给我们丢房间啦。那阮高沙族不是干那，给我们丢房间，因为阮以前的房间拢是同款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儿女拢是大聚会呢，所以我们房间拢无问题啊，也都一起睡在一起啊，大通铺啊，所以我说，咱因行唔着山路啦、尾路啦，因为我们在山上是，我们对山上的那种形式啦。整个的一些形状，高沙族都比较清楚，所以不容易迷失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每次登山爬登山的人，哇，到什么一座山到一座山，但是嘛，有迄个迷路啊，有的迷路了，不只是迷路，而且、啊、还要麻烦直升机啊，然后一看啊，掉下去了，死翘翘了。这个不是这个是什么？好像消防队，那是什么？飞机场救难员，无嘟嘟因去救迄个死翘翘的人呢？谁去帮忙啊？
哥沙做个青年的，哇！我在司马库斯的时候，有一个平地人掉下去了，车子人都掉下去，结果那个救难员呢，只有坐直升机，跨，哦，那袂当袂用去了啦，那个悬崖峭壁，哦，掐哥沙做个青年。这个司马库斯的高沙，我们高沙族还是用背的上来，尸体呢背上来。所以嘛是同款，有人还是背对兄弟姊妹到山顶迷路的时候，有高沙族来到帮忙，同款。那有人问高沙族的少年人到都市有迷路的时候，嘛是请恁到帮忙来帮咱因，安尼好唔好？唔是干那帮忙呢，邀请因来参加咱的台湾民政府，安尼好唔好？哦，真多谢啊！安尼互动，安尼卡口亲可爱，可亲可爱。好，我们再回到维基百科全书是每个月。第二礼拜六写作了哈，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他们都在写作，然后调整维基百科。所以维基百科呢，很多都是意识形态的。我这样去查的时候，连他们写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因为日本时代已经日本。统治台湾50年以后，那战输了，投降输了，所以就投降输，谁去接受这个投降呢？是中华民国。所以维基百科说，他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了。啊，你好笑不？哇，真的是，这个就是意识形态，因为谁写的人。他一定会顾他要写的对方的人嘛？那真正要写历史事实没有多少，所以维基这个维基百科嘛是赶快，就像所以 ROC 嘛是哦，台湾是 ROC 的领头。那同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也在波。波茨坦宣言和扩开罗宣言，所以在依据他们写的哦，维基百科全书写的，依据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必须放弃自明治维新之整个的领土。那这个是从光轨啊，这是。麦克美国的，然后他们维基科他们也说整个的这个都是因为有中华民国协助才可以接受这个台湾的土地，或是波茨坦他们宣言的那些的字句，这个都是意识形态和对立。那在中华民国与日本国之间的和平条约第十条那边写台湾澎湖等地人民均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如果台湾主权属于台湾人民，那么台湾主权成为中华民国所有。这个也是在维基百科里面写的，这个就是他们已经有中华民国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个都是同样今天的教科书啊，教科书嘛是赶快呢。那日本他们已经改了日本教科书，改的时候啊，中华民国的一些所谓的教育学者都一直反对日本，特别是中国的都一直反对，说怎么可以是日本侵略啊？奇怪了，怎么却占台湾？怎么却占中国？这个都是他们自己中国人自己写，这个都是东西意识形态的。好，所以今天让台湾成为真正我们民政府所讲的，我们看看这个开罗宣言。
他说：“开了宣言，因为中华民国实际占领了台湾，也就是国际法中的无主地最先占领的原则。所以，中华民国依照无主地最先占领的方式，将台湾纳入领土范围。所以那时候日本没有，当时日本也没有做抗议，没有反抗的记录。” 好，我们做解释。秘书长他解释过，这个无主地，意思是说，我们假如这个国家征服了那一块地，的确无人，没有人，而且也没有在国际条约里面宣告的时候，那个才是无主地，无来对无人啦。 但是问题是，中华民国是68年呐，定呢伫台湾是安那？以前真正无人啊，有人无？咱的祖先呐、啊，那无人，有人啊，所以他们说这个维基百科全书说无人，所以他们用无主地来侵占占领台湾，安尼对唔对？唔对，当然唔对啊。 你看看，嗯，好，这个就是当时开罗会议在，埃及开罗的地方，哦，这个都是蒋介石以前的照片哈。好、哦，过几年八年抗战，实际上只有八年吗？真的是八年吗？骗笑。 我们秘书长是3年多，的确是没有到4年这个时间。好，我们今天下一堂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底蒋介石集团，然后中华民国，我们重新来等于复习一下，让我们的观念重新来改变，来做属性的范围。 我还要再加上那个中华民国逃亡到我们台湾将近68年的时间，那本来什么都没有，无论是零分也好，一分也好，一段时间不同的环境跟时代或是时间的过去，这些的问题。 我们都会重新来看看今天中华民国。假如你碰到的问题，或者是一些你要当官，或者是你要做要承上任何的工作，或者是任何的一些土地的问题的时候，很多都是我们高沙族哈，我们几个乡，我去过3个高。 高沙族的乡公所，那个案件哈、哦，差不多那么厚。我说，我们的案件在那里？他们一直翻翻翻，哦，翻在里面了。哦，时间还没搞，奇怪，时间还没搞。结果下晡呢，下午呢，都不在了。然后他跟我们几个老前辈的高沙族说，明仔再过来了，因为下晡，那个。 这边科员科长弄无滴，弄无滴以后，我们看看原来在隔壁的10级的10级的瓦好你敢在，靠家来怎么这样的官员呢？或者在那边上班呢？难怪回去回到山上的时候啊，一看还不够呢，那个下午的时间，那个10级的没搞呢。 啊，唔是阁继续，阁拖，哇！那时候真的看到说啊，10级的10级的哇，好那个，像这样的事情，中华民国在十几年前是平常事，但是现在好像听说，从阿扁时代改变以后，有一些的做法也慢慢改变了啊、哦。那今天我们看看。 到底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什么拢无？但是今仔日变来变去了呢？
变得更多了，从零一直到更多的事情。那今天咱台湾历史嘛是同款，咱台湾历史因为中华民国的扭曲、扭曲呢，造成事实都没有办法面对面，拢无面对面，真正咱的台湾历史。那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重新看见台湾的几朵花，哈，一朵非常漂亮的花，在哪里？在你我的身上啊，不是干那伫咱的民政府呢，嘛是你甲我大家的参与，迄、那个几朵花。一朵花才看得出来，水个水当当，不是水个水毛。哦，不会，我不会形容了啊，没关系。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休息休困一下哈，因为我们对早起到今仔日，我本来要跳舞唱歌了哈。看大家看你看你忝哈，先休困一下，安尼好唔？好，多谢。各位好，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